间它从来不休息，张大眼睛在一旁等着看我这场好戏，可能感情有一点崎岖，可能梦想稍微抓不紧，这是死硬的嘴皮呢，啊！你都无爱还甲阿爷见面，就是表示阮阿爷头壳真正有问题，而且真严重。你无爱甲阿爷见面，你是惊讲你的总经理的位啊，惊坐袂住。也搁有，若毋是因为阿爷头壳真正是歹，你才袂赶紧要用产业保险的，那免想我甲你杀一个。你想安尼哦，你着我当独行独行。哦，你想要开一人霸吞？哼！唔系小汤啊，小汤是你家人啊。卖钱的金门玉玉，高官方不当上刑吼，两位阿舅。下面人有司马昭之心，这门我可以讲。哎，哎呀，卖冲动，坐落，坐落。好啦，代志到这来啊，也唔过咱先来拼落好，要分水人会用的，一定要公平。只要你愿意将集团的产权分作三分，你一分我一分，你三姐一分，安尼我就袂去再追究啊！你稳咪阿兄的代志。对啊，安尼阮嘛无一定爱见大兄一面啊。无可能，无可能。好啦，你若是继续坚持，干那要分产业保险，我甲你三证尔，会用的。啊，阿兄先随讲的，才准算。也毋过。就要在后个月董事会开进程，还记得阿兄。若是后个月董事会进程，你无法度看到阮爸，无恁想要安怎？哼，那安尼就对你真歹势啊！以前你伫集团出了一些代志，加上阿兄这个代志也是变，恐惊你这个总经理的位啊，会一个空壳翘。哼，对啊，啊大兄第七次的时阵，把这个位置交予你。我看无到妥当啦，那唔知影讲这所有的董事啊，会安尼恶白相，到时我是无当控制哦。哎呦，话一个讲了大气啊，啊作讲袂煞啦，啊讲这么久啊，哎，丁哥，啊歹势吼，啊你注意办公啦吼，莫插我啦啊，来来来来，啊饮茶啦饮茶。来。你好，我王正业。王总，我是美玲啦。哦，你好，请问有啥物代志？歹势呢，啊你咧上班，佮你交了，我甲凤姐吼有一个想法，有可能会当替你度过这边危机。啊，不过这方法有一寡冒险，唔知你是毋是愿意试看卖？哦，是啥物方法？请讲。详细情形有一寡复杂，啊，伫电话中吼讲袂清楚啦。哦，好，无咱另外约时间见面，见面再讲。好 ，OK， 好，再见。想袂到会牵连到遮尼久的代志。当初高职还袂毕业，就拄到阮阿母欠人一百万，迄个时阵吼，真正足辛苦的。
对啊，迄个时阵刚好来讨钱，三不五时就来店里乱。哎呦，啊哪知影即摆变朋友啊？命运的安排吼，实在真歹讲。迄个时阵哦，若毋是因为阿冠的代志，啊我也无可能会熟悉美玲啊赵姐啊，更加无可能啊。即马甲恁坐伫遮，伫讲过去。一切代志哦，天公伯拢安排好好啊。只要若是善缘，不管是任何方式来出现，到尾啊，一定拢会结成果。啊，太吉多啊！啊，即下所有代志拢圆满结束啊！哈。是啦，真歹势。啊，即几工啊，无你因为我安尼提心吊胆。袂啦，袂啦。啊，是讲即摆已经结束啦，啊，咱会用拜托太吉多，明仔载甲你迄细汉的吼，拢叫转去啦。啊，若无吼，即几工遐缀前缀后，我真正足艰苦的啦。因吼不好过头啊啦。好啦，无问题啦。啊，即摆金虎吼，甲迄个阿虎啊，我那处理啊真好势啊。我相信以后若无迄个胆过来闭鬼闭怪。小芳姐。啊，代志拢解决啦，恁哪咧吐大亏啊？迄个阿虎啊，小妹啊，真憨蛮啦，啊三工就去互抓着，伊都安尼加动两工啊吼，这塔家甲外里啊两个人就会当挺好安尼。哦，小芳姐，你看，两个有共心无？无用哦，对啊，这个厝啊未看完呐，啊楼卡吼有人要见你啦，这个时间有人要找我，妈，啊你叫我楼梯吼，你就知影，进来，哎呦，进来啦，妈，进来啦，像他，在家啦，这位是。就等了，真久无看的，最近好无？看你的面色，袂歹，应该伫个生理上真正有接着。有话一日同阿讲。这就是恁的杰作，对啦，这就是阮这几工哦偷心的成果啦。啊，今日甲阿伯哦西装打扮者，真正足像一个总裁，一点啊拢无亲像失足的老人呢。对啊，对啊，哦，洪家偌用心的呢，啊，这几工哦陪我去送安尼练习了，真正也是出足力来的呢。妈，啊，若是你进前吼，唔知阿伯的状况，敢有可能会骗过啦？啊，我甲凤姐吼是想讲要倒看卖，啊，连你拢骗会过，无得卡就有机会啊。啊，这件代志，你有甲王总经理讲过无？歹势啦，这两天我两个阿姐有闲无闲就走来我家泡茶，我真无简单知影因今仔有代志，就紧联络你，请你过来讨论，希望无耽误到你的时间。袂啦，啊，你的代志较重要，我会当体谅。多谢啦，坦白讲。我已经想无报啊，因为我的律师甲我讲，甲因下顿个拍官司是绝对拍袂赢的，所以我是听着你电话中讲你有方法，我就紧请你过来，我想听看卖，你到底有啥物方法？我了解，王总平常时拢啊无闲公司的代志，啊真少陪伫阿伯身躯边，可能无注意到有一个行为足特殊的。特殊的所在？你这是啥物意思？之前医疗团队也毋捌交代讲有啥物特殊的所在。刚刚有啥物漏交？你先莫着急啦，我讲的特殊吼，毋是伊的病情，是我甲凤娇陪伫阿伯身躯边，发现伊真正模仿别人，伊常常模仿我甲凤娇的动作。这点吼，我私底下有请教过医生，
医生讲失智老人对最近发生的代志应该是无影响，嘛记袂得才对。啊，不过阿伯状况吼，甲一般别人无同款。嗯，确实，阮爸袂认得即卖的我，敢会记得过去的代志？啊，不过伊煞会认得即卖的你，这点确实是无同款。想好在医学常识，我唔是真了解啦。我是想讲，才会记得伫阿伯脑海中会当有偌久的时间。自阮爸失智这镜头开始了，我有请教过真侪权威医师失智症的资讯。刚才当讲每一个失智症拢是一个个案，除了日常生活自理能力退化，还有逐渐丧失记忆这两点状况以外，每一个失智症拢有小可无同的情形。听讲伫个国外嘛有真侪特殊的案例，所以你的意思是？我甲凤姐私底下有讨论过。若是会当让阿伯出现伫咧恁两位阿姐面头前搬一出戏，无得卡就有机会啊！这敢有可能？无爸的见证我唔怕，我再讲，这道盘伤大，阮爸的病有当好有当啊歹，万一若是瘪空，我会输掉整个富兴集团。王总，我唔是你，我无法度完全了解你的立场甲你的想法。假使你会当成功，无得卡会当拼命，你甲你两位阿舅跳破冰，嘛会当替阿伯搞好伊的富盛集团。那是你真正无路通退，为虾米我试看卖？啊，王总，你的意思咧？伊是讲吼，阿亲目睭看过啦，伊才会当做决定。啊，若是连伊拢骗袂过，搁较莫讲老总裁两个弟弟。放心啦，一定无问题啦。你看，人家飞燕董事长又够巧又够厉害，安琪妈妈拢去予咱骗到。我相信哦，咱搁特训几届，一定有法度甲王总的骗过去。对无哈？对啊。哎、欸，阿伯，你是安怎啊？是不是你骨袋受寒啊？你找到我来了，先上呼吸。吸，出气，吸气，出气。我会使讲话啊。哦，拄只安尼进去哦，进去我足艰苦。歹势啦，伯啊，袂记叫你放轻松啦。安尼我有乖无？我拢听你话，照你话咧做咧。我拄只安尼，有时间。啊、阿伯，你真正足厉害，有了知识。嗯，知识啊！想袂到恁两个哦，会想出这种办法。虽然吼有些啊离谱，不过老总裁实在是哦演了就成的啦。不是啦，这件代志你应该有得到三公吼。妈，阿奶奶这招敢有机会啊？假使王总跟你的个性哦，伊可能会冒这个险啦。啊，不过假使惊无报，嘛先多看卖咧。哎、欸，别多谢，我是多王咧，会用来教我多，我好做起来，我稳赢，稳赢。阿伯，啊，这个任务吼，一听你出马，才会赢。莫唔着，阿伯，你拄好表现到世界赞的啦，明仔载便当甲你加菜。啊！我跟你讲，以后哦，莫亲像今日同款赞哦。便当内面爱加迄啰菜脯呢。妹妹，我要食迄啰好运棒棒糖哦。好。哎哎哎！我要食滴滴滴滴啊，滴滴啊。哦，今晚拢靠食的零零阿伯。玛丽啊，啊你小孙哥呗？哎，孙华，孙华也再来等啊。好，上我姐哈。哎呦，呾外口遮暗啊哦，啊也无啥人，啊我甲外地啊两个女性哦，啊你嘛真危险。尤其我你后摆去用地过哦，还佫较细致个。
现在代志拢已经结束啦，而且吼，我平常时嘛拢在时间下班啦，所以卖烦恼啦。我是感觉阿姨的顾虑无唔对啦。虽然讲吼，这代志拄过，但是咱也袂用伤过在意。啊，既然安尼吼，啊对啦，啊既然安尼哦，英暗吼，即只好送我来转。啊，你要烦恼阿姨，阿哥你也好，你送。啊，阮两个哦，一人一个保镖哦，足安全的。小王爷，你也无问过我的意见。大爷，我刚刚要讲吼，小王爷讲了是真对啦。小王爷，我送就好啊。大爷，你着放心，送你好，买袂当去就好。好啊，我呢就予太客大送我转去。好，安尼金虎啊，你个护照哦，甲阮阿姨平安送转去厝嘞，知无？阿姨，安尼阮先来。哎，请请请，紧紧紧，好，再见啦。哎，真好，我你也终身哦，万一有他家一个机会送伊转去，我都唔相信哦，有我靠哦，砍袂成个红线。嗯嗯。乔芳姨啊。嗯。你要看什么吼？迄拢袂要紧啊。啊，不过你今日也是我放开，何时大家扛啊这么安好，我就袂关心呢。啊！你来转啦！哎，你是咧笑啥？我咧笑乔芳姐，到即马阁袂死心，啊，想到都好笑啦。阿姨个性就是安尼，做代志拢足坚持的。我细汉的时阵哦，连阮师傅拢挡袂掉。那是这点吼，甲阮翠云阿姨是也真像。亲姊妹啊，就是亲姊妹啊。我少年的时阵哦，毋捌代志，定来甲阮翠云阿姨叫去，我叫伊莫插我。但是吼，唔管阮安怎弯，伊还是会坚持吼，尽伊本分。好好照顾我。啊，我让你受气伤心的代志啊！我咧想哦，你阿姨若知影你即马手卡洗手，啊对乔芳姐更加友好，一定足欢喜的。有可能啊，但是已经上班了。我咧想吼，你细汉的时阵一定足调皮捣蛋的，啊，常常让你阿姨烦恼。嗯，我细汉的时阵哦，足皮的，啊，阮翠阿姨也性格真好，真罕咧生气。啊，就算讲伊生气吼，哇，加加是毋讲话，袂安尼大声细声骂啊。敢若一边啊，我让伊哦，也加门窗啊，伫后壁六个拍，哼，我甲即嘛。印象阁足深诶，啊是虾米代志？恁阿姨要拍你？啊，到咱细汉诶时阵吼，有迄种迄落，互人抽诶，啊嘛有伫卖迄个佚佗物啊，啊甲嬉笑啊，迄种干妈店啊。哦，迄干妈店我上爱去，我还记得我上爱抽迄个韩志枪，啊定甲同学咧比哦，啥较厉害？嗯，我细汉诶时阵，生活过了并无如意，一寡同龄诶囡仔吼，有诶佚佗物啊。我一项都拢无，除了三不五时啊去捡人无爱的金珠啊以外，其他时间哦，我拢伫玩机相拍。啊，那我吼相拍的理由是百百种，有时阵哦，但是我无答无错的理由，就会当互我出手。有一边啊，我讲我做歹，伊感觉店要人偷摕物件，结果叫偷鸡抓到，我就甲伊偷鸡相拍。搁在点啊，共几间店哦，拢并过。哦。我阿姨知影了，足生气。啊，就举金门枪哦，伫后壁搞六个拍，搞到足远的呢。我头一摆哦，看到伊遐尼生气。迄时阵哦，我真气，是那边人对待我。啊，不过后来才知影，是家己伤过少年，毋捌代志。歹势啦，我本来想讲换一个话题，互你心情较好，啊，结果，哎，袂啦，其实我想到这个代志哦，我嘛感觉真好笑，
啊，迄时阮阿姨吼，迄根本请阿爷咧吼，伫后壁搞尿去拍，我规条巷啊厝边头尾吼，大家拢走出来看咧。哦，迄真正是我一世人吼上闹亏的代志。哦，你当当他可以大呢，互人家就来拍。嗯，哎、欸，你卖笑我。迄每一人做囡仔的时候，拢嘛足皮的。我看哦，你嘛差不多啦。嗯，你卖看我即马安尼哦。其实我细汉的时阵哦，亲像查甫囡仔，啊，常常去抽糖啊，啊，要去水啊，啊，你知无？我上喜欢的玩具哦，是一个管刀。哎呦，真正看袂出来呢。啊，啊，结果呢？结果我妈讲。这个郑群义，今麦到底搁咧搬倒一出啊？哈，我真正看无呢。昨一透早咧打电话来，讲啥物爱我拭目以待，结果连续两天无来上班，敢讲是超过伊来跟我呛声尔，还是搁咧闭鬼闭怪？到底是安怎啦？伊敢会知影原因？袂个，若是问啊，伊一定会想伤济嘛。哎呦，我是要安怎啦？李总，李总，郑特助已经连续两天拢无来上班啊，唔知影李总敢知影原因？我这两天啊，对伊去出差，本来今日就要回来。啊！不过听讲，伊去予家走家着，熊熊发烧，即摆人伫个病院。熊熊发烧，搁送病院，是安怎会安尼？春夏过秋冬，幸福袂等人。没关系，微笑的月亮照一下前方。我这两天跟伊去出差。本来今日就要回来，啊！不过听讲，伊去予家走家着，熊熊发烧，即摆人伫个病院。熊熊发烧，搁送病院，是安怎会安尼？我想听过讲，有个人的体质较熬过敏，若是免疫力无好的时阵，小可破病就会变严重。前一阵啊，特助伊的面色搁遐尼歹。伊即摆人已经伫个病院接受治疗啊，你毋免烦恼。把你家己的工作做好较重要。美金，啊，来我的办公室。哦，你是不是不爽快啊？哈？假使你的人若是无爽快，你一定要让我知影哦，千万唔通多强。无啊，我哪有安怎？我人拢好好啊，是安怎安尼问啊？敢讲我的面色看起来足歹啊？即卖看起来是无安怎，啊，不过拄只你听到林芬咧断言的时阵，你的面色足歹看的呢。你即卖是啥物意思啊？是甲我顶哦？啊！用这种口气跟我讲话吼，我听足无爽快。歹势吼，安尼我甲你回实嘞。啊，不过老实讲啊，你拄仔听到林芬咧断言的时阵，你的关心我感觉有一点仔超过。超过？我敢那是烦恼我的同事尔，都有咧超过啊。哦，所以是我唔对咯。都唔知影是谁吼，讲两个人若选择做伙啊，都袂当有任何的温暖。我唔知会想到啥在讲啥，搁再讲啦。我本来就是一个歹斗阵，还佫有变态的李总啊！哦，安尼我请问一下，想到啥就讲啥，歹斗阵、变态李总，我的同事破病大病院，我敢讲都袂当烦恼一下。当然会当关心嘛，安尼我嘛请问一下吼，你是咧关心你的同事啊，还是咧关心你的情人啊？因为我这个现任男朋友，我规个拢啥拢无呢。像之前讲哦，伊公私分明啦；是像之前讲哦，伊配合度足悬啦。即摆喏，用总经理的身份咧搞阿，原来这就是你做的手段哦。哦，我做一个顶司，我关心我的员工；我做一个男朋友，我当然爱关心我的女朋友啊。不管是公司啊，是私事啊，拢足合理的，
我无甲你夹，而且无公私不分。你之前吼明明就是一直甲我讲吼，你会当接受我的过去啦。啊，即摆我干那是烦恼一下，把是阮亲爱的同事尔，你反应这么大，哈！所以之前讲的话拢无准算啊，是毋？哦，所以哦，你就会当关心，把是你亲爱的同事，我就袂当关心我即摆的女朋友。食醋都食醋，搁要硬拗，死硬硬嘴皮啦！我是咧关心我的员工，还佫关心我的女朋友。就事论事，我哪有死硬硬嘴皮哈？你哪会这样古锥啊？我真久无甲人搭嘴过，大家安尼啊，我罕尼拄着你这种对手咧。你真正足甲我讲的咧，差一点仔就要完事啊！安尼敢是搭嘴过，佮亲像冤家吧？这都要看你为倒一个角度去看。但是以后吼，咱佮要继续做伙，应该常常冤家哦。安怎？你的烦恼，咱的感情会安尼冤甲无去？以后的代志是谁会知影啦？啊，不过拄只迄种有话直接讲的感觉，还阁袂歹。无得卡，咱的感情会用安尼愈弯愈好。哎，这是办公室的，你是要创啥啦？我知影这是办公室啊，所以我袂学袂来啊。过来。创啥啦？你是想为倒位去？无啦！我今日叫你来，我唔是要找你冤的，我是有代志要甲你讲。暗时啊，我要带你去看牙医。林美金，不准你有任何的死角擦。是，实习女友遵命。啊，不过这届敢会阁亲像顶届同款？伫个什么楼梯顶，搁准备什么 surprise 给我吼？秘密。啊，若无，我就毋是你总。好啦，啊，不过我搁有足侪图还袂画了的，今仔日可能要加班咯。无要紧，我是李总，我讲话准拄线，工课要紧，而且咱要去看夜景，迄是宵夜场。搁再讲。我等下嘛有应酬啦。安尼好啊，你无应你的，我无应我的，等你结束了后，你再来接我。解决，以上。以上。哇，这拢是咱顶边开讲啊，讲迄干妈店的玩具跟零食啦，啊对对。啊，这怀念的呢！你到底找这么多物件啊？啊，着我甲金虎啊去收租金啦。啊，拄好经过一间哦，做这的物件，迄大卖，我毋了想讲哦，买一寡转来，通啊换做一个你对这的物件怀念啦。啊，真好啊！啊，细汉时阵上爱生这個，足怀念的。哎、欸，上大只的，你看，你看。安尼哦。哎、欸，哇，就是这个。哦，你敢知我细汉的时阵哦，安那抽拢抽袂着，今日上大奖的，耶！这是要哪算法？嗯，你袂晓算哦？啊，对吼、哦，你甲我讲过，讲你细汉时阵拢无钱来算。嗯，无安尼啦，我教你。即摆我做头家，啊你做人客，所以你爱给我钱。我给你钱哦。嘿，啊抽一遍一块。好好好好好好好。看你要吃剩多一种，我看卖吼。哦，十块啊，我抽十块。嗯，好。十块安尼剩十遍，看你要剩多一种。十遍哦。嗯。哦，哎、欸，我先算这好啊。好。哦哦哦，啊这边哪算？嗯，就当落当一遍一块。当落啊。嗯。凊彩吼。哦，啊无，唔记好。哎、欸，内底有物件咧。啊，谢谢。嗯，长舌鸭。哎、欸，恭喜哦，欸、你钓一只鸭子。哦，安尼哦。哈哈哈！啊，我搁会当动几遍。哎、欸，啊，搁有九遍。哦，九遍哦。嗯。哦，无动这话。哎、欸。哦，你好，张先生。
婆婆，哦哦哦，哎，我来叫。原来阮大哥赶走，就是为着要叫阮哩姐两个人甜甜蜜蜜生一个红仔喵。哎呦，那只狗命哈，我来无收着啦。哎，恁个看卖啦，哦，阮大哥生啊这么趣味，我这么欢喜呢，我真正够幼稚的啦。啊，卖吵啦，我今麦才嘛等你趣味。你学错啦，你看下。因两个人在耍哦，哎呦，就好就好。小文，阿叔，阿兰，小文呀，你唔知影，阮大甲我哩姐两个人来咧耍的安那面，是阮大特别叫我走种种种的所在去买呢。原来伊的目的吼，就是为着要我哩姐欢喜啦。我差就知影讲哦，因两个心肝内底有爱意滴嘞，啊，敢若唔敢讲出来，也有费假细字，叫做哦，爱你在心苦难开。着心的，阮大个逐摆拢安尼啦。伊哦，面对个人都是互相介意。嗯。哎呦，那个亲眼个嘴皮啦，这个叫做假心呐。早就已经有暧昧啦。我即马要来甲你讲个清楚，伊两一定要成婚，以后。我不会再吵你的代志啊！小王爷，我跟你想的，赶快，我陪你来。行。你先来不？好啦，美玲啊，我先来去办恁重要代志，较要紧啊。美玲拖的啦。不是啊，恁两个蛋姐啦。哦，你足搞的呢。我知你足希望伊两个人做伙。啊！不过你若是安尼做吼，会破坏到伊的姻缘呐。嗯，你讲安尼哪对？我乌头姊妹拢希望因两个斗阵的，我哪有可能破坏因的姻缘？啊！我唔忙一个说，我忙一句话咧，你莫来啦。唔是啦，你家己想看卖。啊，之前吼，你一直逼因两个人做伙，因两个都足反感的。啊，若是即摆佫冲入去逼因两个人成面咧交往，啊，之前所做一切都白了讲。我是认为吼，你也是让伊两个人顺其自然，啊，卡素文自然就做伙啊。是哦，我小有影阿达嘛咧控股你呢，啊，这尼简单的道理，啊，你都想有啊，啊，我这个老公仔，哪会袂记啊？小芳姐，这叫做当局者迷啦。哦，对啦。唉，虽然讲哦，我唔是老鬼啊，啊，不过哦，嘛是有鬼啊，所以我会烦恼因啊。啊，时间哦，一年一年过，啊，人是一年一年老，青春一年一年无呢。我唔只一直着叫哦，要甲因两个送入洞房。啊，你是去杀啥物？啊，拄啊，美玲讲的都有道理，你敢唔捌记捌啊？我知影吼，这是恁的好意，啊，不过感情吼还是要顺其自然，啊，若是会当做伙，才会当久久长长嘛。是啊，我就刚想，我咧想讲哦，要和伊两个做，要和伊两个做伙，啊，连这么粗浅的理由我都无去想着，啊，我才有影哦啊。啊，对啦，阮大平常时吼足爱面子的咧，阮拄只若是咧雄雄冲入去吼，哎呦，我即摆伊生足歹看啦，我来甲他，你甲我提醒吼，感谢感谢。诶，我感觉吼，我最近会变啊安尼哦，反应真慢真戆哦，是因为吼接受你甲你讲话的关系呢。人讲哦，甲这个巧的人啊斗阵哦，迄头壳就会变巧；啊，若甲戆的人斗阵哦，自然就会变戆。所以，我这个戆哦，是予你传染的。嗯，小王爷啊，你袂安尼乌白牵拖啦，戆也袂传染的啦。无咯，我毋是戆啦。我讲你戆的，你就是戆的，你先改变一下。我哎，你等一下。哦，安尼哦，我想爱食。哎，巧芳姐，你无听？
我自己讲句咧，我你也拄仔才讲尔，爱先提钱出来做公积金才会当收，你提出来。美玲，阿姨，你来哦，我出金融厅。好，谢谢啦，谢谢。画啥 Q 啦？哎呀，我的哥，啊，我嘛是天哪 Q 我哪只？哦，我叫阿姨，你叫阿姨，快点，对了，公里我走起了，来，来，去 Q 去 Q， 快点，丢掉。妈，唔知安尼做吼，是不是会当阿王总倒沙缸？六几年就好啦，卖烦恼阿济啊。等一下，王总来。王总，小姐啊。哦，局长的，林姐啊，唔免客气啊，歹势啊，我安尼可能有较无礼貌，啊，不过我真正是着急的，敢会当先看一下阮爸的状况？哦，美玲啊，请老总才出来。好。方巧，你会用从阿伯出来啊？来啊。弟弟，你来啊！弟弟吧，进来坐。阿爸这部棋哦，今仔无法度继续行落去啊。坐啦。你下棋技术较好哦，甲阿爸试看卖，看他好破解无。爸，今嘛。这是一个前后夹攻的球面，你只要用你的机，将对方的棍收伫这个所在，要用马后炮甲拍，这球你就赢。高招，高招。第一啊，你对啊，终身保险这个 case。用得到够啊！啊，你所推啊，风筝啊，伫市场大卖，替公司赚一千钱。以后哦，你离职都无得头好讲啊！弟弟，你千万来记，不准好人多人知呀！阿爸的病。这样，挑心，阿爸甲伊心配合，安心食药啊，袂增加你的麻烦。爸，你上来就唔是我的麻烦。爸。爸，你又是从死来了，给你闪开啦！你赶出去，好了，出去！不要，春夏过秋冬，幸福袂淡淡。爸，你又是从死来了。给你闪开啦！你赶出去，好了，出去！不要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！伊会甲你抱成冤吼，你表现较少好，伊会甲你懊恼啦。嘿，我表现足好，你较懊恼。嘿，啊，你欢迎林平登啊，妹啊，当然嘛应的。啊，我即要来林平登啊。好，来，我找你啊。啊，林平登。阿伯啊，你啊，若是表现还够好，我够靠着好食物件在食哦。王总。请坐啦。我拄则看到阮爸的模样，我真正有惊着。我真久毋捌看过阮爸，迄种眼神，迄种气势，我拄则向我真正当作
你已经清醒，会认得我。我们想起过去，干爸做伙真多画面，真正就感谢你。我真正是想拢毋捌想过，我阁有机会通看到过去的阮爸，安尼出现伫我面头前，真正就感谢你。周大人，多谢，多谢恁大家这么用心要照顾阮爸，我真正非常感谢你。王总，你别安尼啦。你免客气啊。要照顾一个失智的老人，有偌辛苦，是因为伊的亲人，这点我足清楚的。恁甲我并无任何的关系，只是伫阮爸找无路转去的时阵，帮助伊，带伊转来。即马，别我公司要扣阮两个也是霸占的时阵，恁阁愿意出手甲我斗相共？恁的温情，我一世人永远会记在心肝内。王总经理啊，这件代志还未有结论啊，你即马说多些，还阁伤早啦。是啦，王总，啊，你第下说多些吼，阮承担袂起。看到阮爸拄只的表现，刷落来，不管林小姐要讲啥，我拢会当接受。有啥物所在需要我配合的，你做你讲，我一定全力配合。王总经理，坐啦。王总经理啊，坦白讲啦，美玲要做这件代志的时阵，我嘛无啥认同。啊，我即摆看到你对伊这么有信心，佮愿意全力来配合，安尼我就安心啊啦。是啦，王总，若是你真正愿意，某只会向试看卖，我佮有真侪所在需要你斗相共。你莫客气，请讲。我希望迄天吼，啊，你两个阿叔尽量莫话阿伯伤紧，莫让外人去看到阿伯，才袂去逼空。无唔对，这点我拄则嘛有想过，咱真正要想办法克服。这点吼，啊，请你特别注意，啊，若无就无采，我甲凤娇尽情所为拍拼。啊，搁有啦，就是吼，阿伯即马四年的人吼，敢若袂认到我啦，所以我想，迄天吼，我甲美玲可能爱以特别助理的身份出现啦。白在阿伯身躯边，安尼哦，较袂紧张啦。嗯，无问题，这我当安排。啊，不过要安怎让你迄两个阿姐哦，莫去医生，迄落还靠你家己啊。拄只要来进前，我搁咧想讲，恁讲的根本就是天方夜谭嘛。啊，不过即马我真有信心，恁需要物件，我会亲身去准备。若搁有欠啥？恁做你开嘴甲我讲，莫甲我客气。咱一定爱伫后个月开董事会进行，互阮爸甲阮两个也是见着伊，安尼伊才唔敢笑，想要霸占公司。对啦，啊，阁麻烦你吼，准备恁两个一个相片互阮。相片。嘿啦，阮要甲迄相片哦放大哦，亲像哦咱的面同款啦。啊哦，要甲阿伯讲哦，这哦就是歹人啊，安尼以后看到恁两个阿姐，就袂让因好面相看。安尼真好。阿伯迄天吼，只要讲几句关键的话，好啊，假是恁两个阿叔。啊，等伊未赴欢迎的时阵，赶紧甲阿伯带走，应该就会当完成迄天的任务啦。就安尼决定，一切就拜托侬了。美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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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今日带你好无？啊？哦，你真厉害。好啊，你哦，啊，我要你食几多？好运棒棒糖。会用的啊！你给伊啦。爸，你棒棒糖。我买。你不是好，不是好啦！迄我不敢吃，我不敢吃。阿伯，伊是好人啦。嘿，阿伯啊，哦，因家有足多棒棒糖的哦，哎，阮这棒棒糖哦，拢是好阮的呢，所以哦，伊是好人啦。干嘛呢？去吃。
真好食，真好食。啊，有加点未？我要先来困啦。啊，恁继续干，好，继续干。嘿嘿嘿。爸爸，阿公，爸爸来。告诉会当用传播的财产，我们把恢复正常，我真正愿意。你来收收嘞！这个时间谁会卡来公司啊？敢毋是李思源要来接我？喂，你，病医？是安尼，阮家有一位叫做郑群英的病人，上因为发烧，互人送入来病院。经过检查了后，发现是因为蜂窝性组织炎所引起的发烧。蜂窝性组织炎，哪会这严重啊？啊，不是啊，是讲恁哪会卡来公司啊？不是应该卡去因家找因家的人？因为当初入来的时阵，敢若有留一支联络电话，无留其他的电话给阮。哈？小姐，请问你敢是公司的同事，还是讲敢会当麻烦你帮我联络伊厝内底的人到病院来？伊进前吼有搬过一间厝啦。所以我嘛唔知影因家的电话，而且即摆遮尼暗啊，我嘛唔知影要去倒位找。无，我家己过去一撮好啊啦。小姐，多谢你，阮家的病房的号码是……嘿。我说小姐。我是郑群英的同事，请问3068在倒位啊？阿姨，安尼烧，已经烧偌久啊？从早上一摆开始就一直在发烧啊，也毋过回去食药啊了后嘛拢无效果，一直拢无退烧。从早上烧到今仔日咯，哪会这严重啦？阮是有问过伊厝内底的电话啦，也毋过伊煞讲毋免麻烦厝内底的人。了后就一直在昏迷，半困半醒，状况无啥好。安尼哦，我是希望讲伊厝内底的人会当来遮照顾伊。小姐，请问你甲伊的关系是？我是伊的前某啦。哦，是安尼。阮即摆就是希望讲暗时互伊加新的抗生素有效果，若是你安尼烧落去，伊是喜欢的讲恐惊引发败血症。败血症？干嘛这么严重？这是上歹的情形啦，一切拢看今日暗时的状况，所以阮才希望讲厝内底人咱来照顾伊。我今仔是来甲你讲一寡爱注意的代志，咱即马暂时用冰镇来降低伊的体温啦。美金，无伫个伊的位。敢讲是伫个诊所啊？真好，拢解了差不多啊。安尼等一下就无啥物代志好烦恼啊，就会当好好啊甲我约会啊。唉。糟囡仔就是糟囡仔，规桌顶安尼乱糟糟啊！
那你去便所去遐尼久啊？一定是咧补妆啦，来遮尼古锥啊！去予家灶顶一下，就这么严重，真正足无抵抗力。啊，人咧无爽快，嘛无爱留厝内底个电话。啊，若真正发生啥物代志，是要叫我安怎处理啦？啊，伊头壳嘛去予家灶顶着，毋知你想啥？美金，敢真正是你啊？不可能啊！已经无可能来甲我看，我一定是咧做梦。啊，毋过着算做梦，我嘛足欢喜个啦。毕竟，我甲你讲哦，我无骗你啊，我是真是有咧改变啊啦。好啦好啦，你有咧改变啦，紧困啦。毕竟。我认真想过啊啦，我会好好面对你，甲所有的问题，我绝对袂阁逃避啦。我请你爱相信我，莫遮尔紧就甲李总做伙，阁予我一个机会，会当重新甲你录回来啊。好啊啦，你莫阁喊命啊啦，紧休困啦。我不爱啊，我不爱休困啊。我若是只好困，你就甲李总袂用钱，你还留伫我身躯边陪我。你到底是真心还是咧喊命啊？哪还搁咧烧啦？阮即摆就是希望讲，暗时回家先的抗生素有效果。若是你安尼烧落去，医生是烦恼讲恐惊引发败血症。啊，若是直直安尼烧落去，敢会真正亲像护士小姐讲的引发败血症啊？郑群义，你之前和阮阿母邻居家安尼，你拢无死啊？你是千万唔通因为一只家灶你就死去。现在是怎样？都半点钟了呢，整个办公室都没人，电话还是开的。他应该不可能是离开，我再等一下。没不对，美金绝对不是这种人。我搁等一下，我搁等一下，我搁等一下啦！我是李思远，李总哟，你好啦，你好，歹势哦，借问一下，美金是不是已经回去处理啊？歹势呢，啊美金哦，无到我家啦，啊伊平常时哦，拢甲阿妈住，啊我唔知影讲哦，伊现在是不是到厝啊？哦，无啦，我有一挂公事要问伊啊，啊袂歹势哦，甲恁扎做啊。袂啦，你莫客气啦，啊无我给你美金哦。阿妈遐个电话啦，哈。
哦，好，多谢阿伯。林刚哦，再来去拜访一下哈。好啊，欢迎欢迎。啊，我先跟你讲哦，伊的电话号码是。哈、啊。阿伯，多谢啊。交好伊啦！无人吃，这么暗吗？应该已经回去啊！啊，伊这么巧，应该袂直接苦苦等哦。啊，是讲我安尼拢无甲讲一声，伊毋知会生气袂？煞煞去啊！死到死当当啦，到时才该好好解释啦。先打电话我阿妈好啊。喂，阿妈。啊，美金哦，啊你人伫咧倒啦？我人伫咧病院啦，因为。哈？啊，恁哪会伫咧病院的？啊，你是人安怎哟？阿妈，你莫紧张啦，我人无安怎啦。是我的同事住院，所以我今晚吼爱留落来照顾伊啦。啊，我明仔载早起就转去晚上再去上班啦。哎呦，安尼照顾病人真辛苦呢，啊，你敢扛袂起哈？你唔免烦恼啦，我家己会找时间陪一下啦。吼、哦，啊啊，对对对，美金嘛，阿妈查一档煞袂记。哎，恁遐吼李总经理有打电话来厝内呢，问讲吼你有伫个无？在留遮创啥啦？伫遮照顾前翁，煞糟蹋男朋友，互我百分之两百用心准备的约会。哼，李美金，你到底知影你在创啥无啦？哎呦，美金妹，阿妈看你敢那忝到安尼，吼，那也无去房间睏啦哈。
会啦，阿妈，我等下搁要上班，我若倒去房间睏，我都爬袂起来。哎呦，无睏一下是要安怎上班啊？哈，安尼你身体敢扛袂起？你唔通靠说讲你即卖少年吼，安喏，趁钱有所性命爱顾，身体嘛爱顾呢。阿妈，你莫搁念啊啦，我倒去房间睏就是啊啦。美金，阿妈问你咧，恁是啥物同事吼？伫咧大院啦哈，伊即卖情形是安怎？伊是拢无亲人吼，家照顾啊，吼。啊，都普通同事啊。普通的同事，嘿，是啥人啦哈？普通同事，你太着安尼吼，伫遐安尼陪伊甲顾几暝啊哈？好啦，老实讲，是郑群义啦。群义哦，哈，伊是安怎？哪会伫咧住病院啊哈？伊就身体伤虚啊，去予家走家者吼，就蜂窝性组织炎啊。护士小姐讲哦，伊若是直直烧落去，会引发败血症。啊，有这么严重哦？即卖情形安怎？即卖烧已经退啊啦。好佳哉吼，因爸母唔知影，无伊安尼走转来吼，应该足艰苦的。哟，你即卖这个意思是讲？迄个群义因老爸老母吼，还唔知影群义讲住伫咧病院哦。嘿啊，我都唔知影郑群义伫咧想啥，无爱留厝内底电话，煞留办公室咧。安尼吼，嘿，是讲吼，即卖若是互群义因爸母知影，因爸母搁来的时阵哦，安尼嘛袂负气啊。你敢毋捌听人咧讲讲哦，远水哦救不了近火哈。群义吼。即卖唔着爱家己一个人，伫咧病院无人照顾，吼、喔。嘿啊，所以我昨暗才去顾伊，真正是浪费我的时间。嘿，还是讲哦，迄情侣哦，无留厝内面的电话，这就是表示讲哦，伊不爱互因爸阿母烦恼啦，哈。嘿嘿，这个囡仔愈来愈捌代志啊，吼，愈来愈大心。嗯、阿妈，就是因为伊留的是办公室的电话，才变作是我要去甲顾呢，我替伊讲话。你哪会讲安尼啦哈？卡伫你的身躯的呢哈？你唔走，你颠倒搁留点咪病医甲顾几暝，这是你心甘情愿的啊？你要怪谁啦哈？搁你怪别人。嗯，我都。阿嬷知影，那你吼、哦，对群义吼、哦，还佫有一份这个情分伫个啦。人甲人吼、哦、相处都是安尼啊。那你吼、哦，平常时啦，七只五白讲着话安尼直拢拢哈，有当时吼、哦，讲骂甲安尼无一块好个啦哈。不过吼、哦，你安尼碰到代志的时阵吼、哦，你佫会跳出来斗三工，嘿，难能可贵哦。这就是参照人伫咧讲的，讲吼，你嘴硬啊，心肝软啦。阿妈，这敢算是咧侮辱我？当然是侮辱你啊！阮这个乖孙吼，迄阵没有做一件好代志。其实我嘛唔知安尼到底是对啊唔对呢？一个是前翁，一个是今麦的男朋友。我头壳就要拍架啦！对，哦，差一点也袂记个啦。美金啊，你昨暝打电话转啊，阿妈唔想甲你讲哦，恁迄李总经理有打电话来厝个啊，问看你有伫个无啊？嘿，那安尼哦，伊应该唔知影讲你昨暝哦伫咧病院顾群义啦吼。唔知影啦，哎呦，非得一场误会，我嘛唔知要安怎解释。唔过哦。阿嬤聽伊咧講電話，迄口氣啊，甲感覺吼，敢若是恁昨拢約好勢啊，講要去約會，結果你無去，你顛倒去這病醫顧群醫，哎呦，安尼伊毋通黑白想無吼？我嘛毋知影，我昨暗嘛有敲電話轉去辦公室，無人接，我都聯絡伊啊。李金妹，阿嬤甲你講啊。哈，咱无论做啥物代志，也是讲吼，男女中间伫咧交往的时阵哦，咱爱诚信，你绝对爱记哦。所以讲这项代志吼，你今仔无论如何，一定爱甲恁总经理讲，安尼才会用的，知无？是讲，你若甲伊讲，恁总经理唔代误会讲哦，你甲群义吼，这个情缘吼，还袂断无哈？
应该是袂啦，迄个李思源吼，阁算功力啦，所以我会甲解释好清楚，阿妈你放心啦。好好好好好，安尼就好，安尼就好啦。美琴啊，阿妈吼，是毋是会用去看秦毅啊？哈？好啊，你要去看，你就去看啦。啊，我等下吼，再甲病房啊，搁有病院主治查好你。好好好好好，哎，下记要写给我哦，吼。好。阿妈，我看吼，时间要袂赴啊，我还是去洗一下身躯，换一下衫，啊，好去上班啊。我等下才睏啊，吼。哎，美琴啊，唔通啦，啊，你拢无睏，啊，特别去上班，啊，咱唔通睏一下，睏一下啦。哎，这忝嘛。这一暝无睏尔，我哪会这爱睏啊？啊，较早少年的时阵，拢安尼半暝出去乱乱踅，嘛无这么忝过啊。敢讲我真正是老啊？啊，袂，我袂当认老，我爱保持迄少年的时阵活力才会用的啊。而且我等下佫要上班呢，我若是安尼一暝爱睏爱睏。别人都认为讲我无认真，阁无专业。袂啊，我爱赶紧去洗身躯，洗身躯出门上班。美琴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昨暝无睏哦，嗯啊，睏袂去哦，啊是你咧画图，啊是你约会约上啊？你问题足侪咧，等去画图啦。哼，今日关心一下才歹，好心互雷击。哎，淑珍啊。你之前跟我说你对郑特助有好感，那现在你无头无尾，搁问我这要创啥？无啊，我就想讲，伊即马咧破病，你若是会当去甲照顾，就会当培养一下感情，无的确有机会啊。照顾？伊毋是着发烧尔？我想讲真紧就会退烧啊，敢讲郑特助的病搁变搁较严重啊？我昨昏下班的时阵吼，接到病院的电话啦，讲吼，伊阁变严重啊，即马是蜂窝性组织炎。哈，这严重哦。啊，伊即马吼咧住院啦，你若是下班了后吼，有心就去甲看看的，伊应该足欢喜的。啊，这吼是伊即马的病院，还阁有病房号码，就交予你啊。也知影病医，搁知影病房的号码。美金，你敢是已经去甲看过啊？李总，老早。老早。来我的办公室。我问你，你昨是毋是去病院陪林芬呢？所以才会死哦。是。正好，我欣赏你的坦白。本来就是我的唔对，我当然嘛爱坦白啊，无搁要找理由甲你讲是安怎来帮你分账。免。啊，不过你爱互我清清楚楚知影讲是安怎，情翁的比我这个现任男朋友搁较重要。
因为蜂窝性组织炎真正足严重的，而且因厝内底的人佫拄好有代志，拢无伫咧台北，所以我毋才去病院甲顾。身为同事，安尼做应该无算超过吧？无超过。我佫问你，你要去病院陪伊，你是毋是应该互我知影？我昨一人回来时阵，办公室拢无人，我一人苦苦等着准拄煞，我会惊，若是你出甚物代志，我会烦恼，你敢知影？我知啦，啊，不过昨昏病医卡来，讲伊足严重的，我听了也足紧张的，我都直接超过了嘛。哦，这样拄好。啊，都这样拄好啊！而且我伫病医收到的时阵，我嘛想要马上敲电话给你啊，啊，不过我卡来公司，煞拢无人接，唔知道是离开还是安怎啊？你即马甲我讲这么多啊，你是爱我原谅你？好啦，我甲你放分手，我无甲你讲我去倒，互你遮尼烦恼，互你等遮尼久，拢是我唔对，歹势啦。无够。拜托啦，莫生气啦。哼，喂，你是笑啥啦？你来公司遮尼久，一直拢是你咧甲我硬吹硬挤。拄只是你头一摆，身段放好落卵，咧甲我回失嘞。照你来讲哦，我应该爱欢喜才对的。啊，不过这件代志甲伊个林芬的有关系。要哪讲？该要啦，无爽快。甚至哦，我阁会认为讲，你是毋是做啥物亏欠我的代志，所以拄只才安尼甲我塞奶。你想太多了啦！我著讲是我的不对，我会甲你回失的。啊，不过哦，你拄则讲什么亏欠你的代志，我甲你讲，无。水，我就是介意你这种态度。拄则你甲我回失的林美金哦，不是我实在迄个林美金。你实在足奇怪呢，敢讲就一定要我对你安尼无礼貌、歹声扫，你才会欢喜是？是足好笑的。无好笑，你敢知影？我昨为你精心安排约会，规个乌有去的，你无应该加做一挂表示哦，嘴讲讲尔，无诚意啦。好啦好啦，无你要安我安怎弥补，我就安怎弥补嘛。你讲的准算，我袂甲你讨价还价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我想要安怎，我就会当安怎。春夏过秋冬，幸福袂淡淡。没关系，微笑的月亮像雨下先放。我想要安怎，我就会当安怎。对啊，啊，也毋过袂当想超过哦。我袂想超过啊。因为我早就想好啊，要安怎好好给你处理？你是要安怎给我处理啦？过来，这礼拜加画三张设计图给我，我就卖跟你计较。图案呢？什么图案呢？你想爱好好画哦，那是无创意。庸俗，我会叫你提顶去定位，画到我满意为止。无问题，是讲哦，你之前咧讲的什么公私分明，款咧嘛是讲讲尔嘛。啊，咱这件代志明明都是私事，你煞用设计图这种公私来搞处罚，这无叫公私分明，这叫公报私仇。啥话？这是头家娘才有的呢，你应该欢喜才对啊。进去话，好啦。哎，我在以上。我在以上，一直讲以上，是讲袂顺哦。以上。美金。
是牵手，即马袂当阁是牵手啊，毕竟，阿妈，那是你啦。啊，无是啥，你是看到鬼了啦，哈。哎呦，不是啦，阿妈，我拄则刚来做梦，讲一挂奇奇怪怪的话，我惊你听到，我会歹势啦。阿妈拢当作无听到，你免担心啦，哈。安尼就好啦。啊，不过阿妈，那是弟弟家。美金甲我讲吼，啊，你住病院啦，啊，家己一个人啊，啊，爸阿母搁无伫咧身躯边，阿妈吼，安尼听听心肝袂过心呢。啊，我想讲我家己一个老岁仔人吼，啊，伫咧厝诶，啊，闲闲也无代志做，啊，我就走来甲你看啊。啊，对啊，啊，拄则我来诶时阵吼，迄医生有甲我讲呢，讲你诶小脓体啊，即卖吼。无啥要紧啊啦，吼、哦，安尼我听了到底哦，吼，加我放心嘞了。啊，美金甲阿妈讲，啊，唔就代表美金知我伫病院啊。那安尼，伊敢有来甲我看？因为我昨暗做一个梦，佮敢若是真个共款。当然，我嘛希望是真个啦。戆囡啊！你不是在做梦，是真的。所以，美金有来给我看？不是只给你看而已，还给你顾几暝呢。吼，都无睡哦。啊，一早就走去上班啦。我在想吼，你若下班了，有可能哦，我来吃哦。安尼我昨做的梦，我的手牵手是真的。安尼，伊对我嘛毋是完全无感情嘛。不管安怎讲啊，啊，咱拢有熟识啊。啊，咱过去吼，嘛敢若参像一家人共款。啊，你有困难，有需要搭啥工，嘿，阮当然哦，都爱帮忙啊。阿妈，你敢毋知影？我伫咧破病进前吼。搁有去庙拜拜，我有甲神明救出，我甲讲，我要变作一个全新的郑群义，变搁思想搁较正向，搁较积极，拄着任何问题嘛袂逃避，我有信心，总有一天哦，美金一定会待在我的身躯边啊。群义啊，你甲美金。是毋是有法度好恢复，亲像过去安尼？这吼，都爱看恁两个人未来的缘分啦。阿嬷吼，是无方便讲啥物啦。啊，不过你心肝内咧想讲，你即摆的思想要改变，要正向正面。嘿，这阿嬷吼，听了到底哦，感觉讲这是对的，这是好的啦。我嘛是安尼想啦，阿嬷，啊，只是我即摆较想要改变，敢会袂赴啊？哦，袂啦，袂啦，你毋捌听人伫咧讲，迄大只鸡哦，万天呢，万无要紧啦，重点是毋是你有要去做？啊，做内心哦，毋通讲吼，安尼虎头鸟鼠尾。咱若是有下决心的时阵哦，都爱彻底地爱甲做甲到。假使讲吼，你来当参像美玲共款，位头甲尾拢是正面正向，阁是积极的，安尼我相信吼，每多一个人看到你，拢会足喜欢的，拢会足欢喜的啦。阿妈讲了无唔对，那安尼哦。我应该加甲美玲合适啦。美玲吼，嘿，较早嘛是捌碰到足济困境，嘛有真济不如意呢。啊，不过吼，伊拢会食一支棒棒糖哦。食了的时阵，伊就会去困一醒啊。啊，困了天光的时阵哦，就是一个重新
的一天，啊，伊就会用这个重新的一天哦，啊，正面正向哦，去面对哦。对啦，我就是要这种哦，唔惊失败的力量啊。安尼，阿妈，你甲美玲带大汉，阿妈你一定嘛充满正面的力量，所以我嘛要甲你学习。只要你若是讲要学好吼。阿嬤都也不要緊啊，對啊，這樣才好，多謝阿嬤，加油。啊哦哦哦，母啊，有哦，我現在抓你的功夫是不是越來越厲害啊？哦，有呢，阿嬤有你吃好呢，母啊，你哦，一過分的也沒那麼多時間啦，啊，整天哦在那派人的頭這樣走來走去，我唱歌就算說沒要回去，也要算死了。在派人的頭那樣四過走來走去，那母啊，你也很傻的，你想看看，我們很小孩的時候，是不是把那個阿嬤面具有沒有把魚缸那裡打兩個缸，拿手你把它裝過滴在面上，這樣滴下去手還可以活動，這樣看起來是不是更加逼真？你有巧呢，我甲美玲都无想到，哪安尼戆戆有替两个拍一个头，安尼行来行去，而且有亲像你讲的，我做动作哦，敢若会使有一手做了，哈！我真在眼睛，拢无法度好好啊发挥呢。安尼你后盖你就知影，试看卖，应该就好用的。好。哎，按我后盖哦，拢是我饲啊呢。不是你饲，谁饲啊？美玲啊。你啊。我。嗯。我爱你演派阿姐，演派阿姐咯，卖啦，我卖演派人，够好人的个性啊！哎呦，阿姐嘛欠的啊，就是派阿姐个性啊，你又较勉强的嘛。啊，你讲演派人咯？啊！你家己就只爱演呢，你家己演歹人就好啊，是安怎要叫我演歹人？我是只爱摸唔到啊，啊！我到时阵哦，咱会模拟迄当时的状况呢。迄当时我甲美玲爱演特助呢，啊！我特助搁演歹阿姐，安尼一人分饰两角那吼，我安尼特助演呢，啊去演歹阿姐，啊歹阿姐来演特助，你感觉阿伯袂如无啥啥？啊！但是哦，你想看卖啊？我是安尼呢，安怎演嘛无成歹人，敢有法度？朱志明，我跟你讲，一个好的演员呢，就是爱把自己的个性哦，给放下去，你会抛开自我，你会融入角色，所以你会做一个一个派，一个个人员的大反派，而且到时阵哦，你把面具戴入去了哦，哇，一定世界性，无得搞，下一届金马奖男主角就是你了哦！抛开自我，你对我有信心对不对？好，阿尼我来演看卖啊，反正就是因为阿尼哦，打开我演戏的细胞。哎、欸，无你看哦，后盖就有人真正要找我去演戏咧。朱志明，你变做大明星了，你袂用搞放生你哦。袂，我绝对袂甲你放。你放心，我会趁少钱。好，而且你想看卖啊，咱两个去踅街，咧夜市啊，人看到我，签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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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卖走卖走。中啊啦！哎，我现在讲讲，你当作真的哦，爱甲你拍戏啦，正式型版本的啦，大明星。对啦，代志先办好才对吼。所以你吼，休困的时阵哦，落来陪我去美玲家排练，啊，还佫伊互你留互我哦。哈？啊，平常我去练习，啊，后佫伊吼总演出？唔是，唔是总演出，是总彩排。咱会决定啊，每个台词啊，甲每个座位啊，拢决定无错无了啊。安尼哦，后壁咱去看迄两个拍的照，才会一切顺利，万无一失啊。咱迄天哦，听起来是真正最重要的。好，你放心，我甲所有代志拢摆开。好，爱加油。加油。要融入角色。融入角色，派人，欢迎派人嘛，对不对？好嘞。派。派人加分。来派。派人开枪。
谁叫我帮你抓人就抓人，搁派人抓人，派人哪会晓抓人啦？派人认真抓人。派人换手，派人卡正正，派人卡做人个啦。春夏过秋冬，幸福袂淡淡。我就想着凤小姐的便当啦，真正足好怀念的呢。哎，阿妈无吃着伊的便当，嘛不知是无用啥物，伊拢甲人放袂记啊啦。公公，伊唔知影我三更无吃着伊的便当，就面目可憎，全身都不对劲儿嘛。孙公，你无吃着伊的便当，你嘛是面目可憎，全身不对劲吧？不然呢啊？而且你看起无较瘦啊，嘛是一个腿腿，一个肥个底。为了我，我有腰身好嘛？你看啊，腰身呢？三十八嘛，腰身，这大条条，这大条条，讨厌姐妹姐，我一路搞欺负啦。哦，搁真爱找人，还是讲你是小学生呢？你敢管啦？啊，恁两个哪这爱冤啦？什么叫冤啦？我看我先吃我鱼饭好啊。哼。你妈跟你家就拍呢，给看小姐。就拍呀，人家就拍呢。啊，那我叫你在油泵，这是秋收房的啦，就是迄个洗头的陈主任呐、啊，伊后生我话，就是咱一人一盒我话油泵。这样你好哦。嗯。看到这油泵吼，就想到细汉时阵我甲阮阿妈做伙做油泵啊，阿姨讲吼，这油泵一定要加迄乌麻才会好食。嗯。你这个味吼，我就想到我小时候啊，啊，阮家嘛在做油饭呢，就是这个味。嗯，啊，讲到小时候吼，我之前甲太太大开讲嘛，有讲到这啊，吼，以前的人真啊足天真呢，有淡薄啊玩具啊、细绣啊，都欢喜规工。啊，大家细汉时阵无都嘛安尼。我吼，只要摕到阮阿妈送给我的棒棒糖吼，我就足欢喜的哦。嗯，啊，不过我离婚的时阵，我囝仔都过一个无妈妈的童年。想到这個，就会艰苦啊！哇，你姐啊，这也不是你的不对，你无需要这么自责，想太多啊！我不是想太多，我是淡薄感慨。啊，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人，拢有无同款的童年，啊，不过人大汉了后，就愈来愈复杂。就像像迄塔克大，伊讲，若无甲伊开讲吼，也不知伊的过去是安尼。是安怎？煞去啦，伤长啊啦，一言难尽。啊，我听讲，有啥物特别八卦通听咧？啊，不过像他个大啊，遐尼英勇老大，感觉细汉时阵一直足勇的啊。啊，刚刚吼，伊逐天放好，拢会讲相拍啊。啊，逐天吼，大家头破血流呢。遐尼恐怖啊吧？我从细汉时阵吼，就是对我这种人，我拢甲他远远远，乖乖过我的生活就好啊。除了有的时阵，甲小弟冤家抢物件，啊，厝内重男轻女，基本上应该甲大家童年拢同款，过了简简单单啊。敢是？我看不是吧？你自细汉应该是班上的八卦大神公，啥物人介啥物人，啥物人讨厌啥物人吼，问你一定上清楚的啦。八卦女。好，你搁讲我？你看你家己啦。你吼，一定从细汉食足侪物件，才食到遮尔肥啦。啊，恁两个吼，嘛开讲差不多啊，差不多啊，到我去无用啊。哦。油泵收起来。我面人唔在对嘴咧。有代志要找我？啊，系啊，我就是我才有迄古早味的油饭，想讲你可能爱食，啊，要摕予你食。古早味油饭哦，听起来袂歹呢。你哪有油饭？在阮店里人去送的啦。啊，我想讲哦，好东西爱甲家人分享，所以想要摕予你食。无好啦，
我才找时间吼来去顶上找你摕。哦，唔免唔免，我暗时啊吼拄好要去你附近买物件，我家己摕去就好啊。啊无，好啦，啊真麻烦你吼。嗯，啥物麻烦？咱嫌麻烦呢？你讲安尼就伤生分啊。其实我已经足久无甲我介意物件甲家人分享，多谢你给我这个机会，应该是我爱甲你说多谢。若是要讲就多谢吼。你应该多谢阮阿姨啦，若毋是伊，咱两个哦嘛袂当变作家人啦。对，所以我林家应该要好好感谢乔芳姐家婆。哎，阿杰东啊，我弟啊，你来啊，来，这油饭给你。哦。我想讲吼，这古早味即马足少看啊，所以特别摕来给你食。这油饭足香的呢。嗯，啊，无你早早食，我先来去。哦不，稍等下啦，真歹势，我给你为着这种小事，我专工走一转。你莫安尼讲啦，啊，你之前吼为我代志啊斗三工遮尔济，啊，佮为我受伤，所以我就想讲吼，这借我幸福尔啦。啊，你会当想着我吼，我就感觉真感谢啦。嗯，啊，你是我的阿兄嘞，当然爱想着你啊。好啦，无你趁小食，我先来去。好啦，啊你路会较细滴。嗯嗯。嘿，哦，你派人，大兄，袂歹哦。也毋过，我感觉你会当搁较歹。挥挥三掌，嗯，大兄，你真赞。也毋过你拍了，无啥会疼，会当搁较大个无要紧啦，嘿。我着拍歹人。哎、嗯、哎！你、哎、啊！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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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唔是听啊，大兄，我唔是听啊。啊，无先啊。我头小可戆见，甲我擦擦。我歹啦，大兄，真是太歹啦，无我啦。先别拍，大兄，先别拍，先别拍，先别拍。是是是，哈，你玩我无啦。来，甲我敲敲敲敲。啊，来啦，面具摕来啦。啊，面啦，面啦，啊，无代志啦，坐一个尔，头晕尔。摕来啦。哎，无要紧啦。摕来啦。真正要摕？摕啦。我就甲你讲无代志，你是咧？拉皮鞋啊！像拉皮鞋。啊啊啊！拉皮鞋，阿杰阿杰，你怎啊看眼呢？笑啦！你挂啦！别哦，好好，吃好饮棒棒糖，唔好怕人，我来吃就好啊。不是，哥哥，啊，不笑啦，歹势啦。啊，刚够了啊。这菜脯如何？好食。嗯。阿伯，你以后吼看到歹人，记得当甲你切。嗯。阿姨妈。嗯。啊，不过切嘛，袂用怕人，知无？哦，知知，阿姨妈，袂用怕。好，好，慢动慢吃，慢吃慢走。嗯，嗯。阿伯嘛真正丢狗，无去遐当，安尼啊，歹势啦，小小小小小。阿娇，你确定这不是你预谋的吗？莫哭啦！哦，真疼呀。有啦，啊！一出手才动神话啦，莫丢啦！这个郑群义又搁咧想空想空啊！阿妈，伊来找你吼，敢那是借口啦，我真不信伊无丢这单数。后摆吼有啥物代志，莫勉强，啊，莫委屈。以后若有啥物话吼，一定拢爱讲。好啦，
歹势吼。要唔讲，那是别人主动投怀送抱，这种代志哦，无根据啦，啊，唔通听人咧胡白讲，知影无？我被变作一个正向积极啦。你敢那去学鬼附身同款，讲话拢足奇怪。瞧你对我刮目相看，请拭目以待。无礼貌，是嘞，是嘞。你是看着我，你姐这么痛苦，你也不甘哦？你还阁无法甲讲吼，你对我你姐爱这么深呢？我对我你的关心，感情也甲别人无同款。你袂使去甲美玲讲哦，吼。袂使去甲啊！刚刚这阵甲伊两个位两个人去，因两个人就出双入对，跟前跟后形影不离。烧酒一杯一杯，饮无烟的人，我的感情一段一段，死到着相共。啊，人生目一个字，路无缘分，幸福就是你的手有人来牵。唔通来暗藏，有心就勇敢追求你的人。春夏过秋冬，幸福袂等人。有爱的人，你敢是我要找的人？真少听我的抱怨。